手杀了，看他一级学的啥啊。哎呀有点卡啊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说是他放外圈 Q 我E他，好这波有机会，这点炎没套上去呀、啊。不过我觉得就即使套上去可能也死不了，你要回血，哎呀声好大呀，声音有点大，等会儿啊我调一下，走回家。谢谢晨曦的游侠，你们看我吃药了吧，你们看我吃药了对不对，我是不是吃药了，我吃药了以后你看他给没给我，就那个药水那个天赋他没给，你看底下他这个没都没显示零秒时间扭曲补药，看着吗，都是零秒，不知道因为什么。给了零秒时间加速，零秒为啥零秒啊，有 bug 这是。拉谁呢，救谁呢，打不了谁呢。调皮，那Q没补着兵，补你吧。不打了。好了。你俩都得死，OK。越来越得心应手了，有没有？我感觉我伤害好高啊，我补兵我都感觉我的补的都高了。下一把咱玩一把火蓝，看看火蓝他出什么装备。先把这塔皮吃了呢，我还行，吃不到塔皮了，办了吧呢。这波不回家啊，一个兵我们升六，把他杀了，再吃两层塔皮，再回家。耶！居然会有眼，这里面死了，把塔皮收了。四级加 Q 还好还是 W 好，玩猴子四级加 Q 好还是 W 好，什么意思，加 Q 啊，组 Q 啊，加 W 这干啥呀？我感觉我就这点血他都打不过我。我们在这回家啊，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回城，让他过来杀我们。拉我来，好，吃饼干 ，E A W 平 A 平 A，A 接一个 Q 再 A， 没有五层流血，可以，我没有五层流血，他已经脑淤血，
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啥也买不起吧？我马上可血战斧了，兄弟。我们马上有大，还可以杀他一波啊！让他拉一下。好 ，EQR 套点盐 ，W 一二段 R， 闪现一个 Q。没想到吧？我大好了！啊！哎呀！把这塔皮吃了，好，160，不行了，我们已经没有蓝了，回家了。整个可血战斧，可血战斧啊，可血战斧配九头蛇，九头蛇呢？九头蛇，九头蛇这儿的两把长剑，不再杀一次了，没蓝了，来个蓝 buff 再杀一次啊。你干他呀，你怕啥呀？好大，这波塔下应该能杀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我看看这科血战斧打小兵回不回血，好像不回是不是？我刚才打了小兵没回血呀，再来试一下啊。回复40点血量，现在是480，没回，不行，不回血。他以为我血特别的少，感觉能打得过我。我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血战斧的回血啊，我们先不放技能让他打，他让他以为能打得过我，让他砸一下来。可血战斧，哎，上当了，没用的，我这永动机，来一个英雄就是给我回血玩的，来吧，来，看见可血战斧没，兄弟？杀他来，杀！来人就给我回血，免费的血瓶。好，可以上了。
血越少回的越多，轻小兵别用，直接开大，然后和血战斧。操了，他怎么直接打我呀？我寻他一坑我不就死了吗？我一个 R 把他一给他一断，一手科学战不一回血 W 接一个双 Q R， 他死了。哎，来个九头蛇吧。我要把我这双 buff 给他拿回来。别怕，我来了，跟他玩一会儿。电他呀，闪电剑。上当了，来，把双 buff 拿回来，小伙子，来点塔皮。九头蛇没主动了吗？没有了，盖掉了。我们现在能一打五，而且是很轻松的那种。随便谁来。这都没死啊，兄弟，死了。哎，哎，别别别别，哎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可血战斧，哈哈哈，可血战斧。谁？这是谁？有没有红 buff？ 有。太狠了呀，九头蛇啊！啊，九头蛇是新版科技枪 AD 的。讲解一下装备呀、啊，讲解什么装备？你想听哪个你就刷呀，对不对？我都跟你说可血战斧了，现在先出可血战斧吗？你想要哪件装备？我跟你讲啊，那你光说讲解一下装备呀、啊，那谁知道你要知道哪件啊？那老些装备我挨个讲一遍还不能，对不对？这是干啥呢？这是，等会儿啊，我们先测一手，这小子有点修刚啊。第一个大件儿，第一个大件儿就是，这是个什么呢？这是一个，这是个新装备，主动效果就是九头蛇。它主动效果就是九头蛇，然后可以触发
贪欲九头蛇啊，他现在叫咳血战士。然后呢，他可以这个击中一个英雄就可以给你回复生命值，你血越少回复的越多，而且你每损失5%生命值就加1%攻击力，就是血越少越狠。第四个装备是什么意思？第四个装备是一双皮鞋，水银之靴。说为什么萧刚咳血战斧？我们可以在放大的时候放咳血战斧。冷却缩减是咳血战斧的被动，这是一件神话装备。你每出一件传说装备就会给你加5%的那个技能极速，技能极速没有上限。这个装备也加20%技能极速，但我不知道这技能极速能减多少CD，不清楚。反正你就出呗，你要想要CD那你就出这，你要想要攻速咳血战斧一撇，买个三项之力。死亡之舞现在不吸血，死亡之舞不吸血，死亡之舞要能吸血就好。神话只能买一个，没错，你只能买一个，你可以给它卖了，卖了以后你再买一个。你要感觉后期你觉得这神话不太行，你可以给它卖了，后边你需要点护甲穿透了，你就可以给它换个别的，比如说换个这个神圣吞噬者。技能提速100%相当于冷却缩减50%，就是10%的技能提速等于5%的冷却，对吧？等于5%，十技能提速等于5%的冷却。我们现在60就等于30点冷却缩减，30。兄弟，我咳血战斧救你一命，我必须得把这萨芬尼给他杀了。这小玩意儿太烦人了，我瞅着玩意儿就烦。这是新一代巴德，这是可烦人了，这。这个技能极速我不太清楚，反正你就除吧，你们自己去换算一下。技能极速我不知道它冷却能加多少，但我估计应该差不多。外面不是有个天赋吗？对吧？外面有个天赋，那个天赋叫那个，反正就是启迪里边的。完了，我傻逼了。谁创建一个匹配模式让我加一下？谁创建一下？